在这一个课程，我们要去改编 Scratch 的《星球保卫队》这一个游戏专案。我们要透过 Arduino 的 XY 轴遥感感测器来去控制游戏中的防护壁哦。在等一下的游戏开始时，请你帮我注意到右边的白色防护壁，我们将会透过遥感来去控制它的移动哦。游戏开始的时候，请你注意到，当我把遥感往上的时候，防护壁会跟着我一起往上；而当我把遥感往下的时候，防护壁则是跟着一起往下。觉得这个专案很有趣吗？那么就赶快跟着我们的课程来一步一步打造出来吧。